陆纵人气再度翻红，而在节目结束后，不少粉丝都在敲碗王心凌赶快开演唱会。没想到十日他就带来好消息，正式宣布准备开启2023世界巡回演唱会，第一站将于九月在台北小巨蛋登场，让歌迷们全都嗨翻。而这也是王心凌出道20周年纪念，他也将用最高规格来制作演唱会，将会带来许多经典好歌，一定会让粉丝们进入王心凌的全糖宇宙。目前他已经在全力筹备巡演，每天都在练歌练舞，就是想把最好的都带给歌迷们。同时他也将带来全新专辑，看来粉丝们可以好好期待甜心教主的新歌曲啦。Bye.